哎，大飞，尝尝这个茶。来，嗯，很香哦。怎么样？我告诉你啊，这样一饼茶我在外面能卖四位数。这么贵的茶你拿给我喝，多浪费！这一杯就好几十块。你瞧你说的，我带来就是喝的嘛，不喝才浪费的。明天我走的时候啊，再给你留几饼啊。 明天确定就走了，得走了。小孩呀，赶紧回去复习功课，准备考试。时间过得真快呀！反正子路刚来的那时候，家里面鸡飞狗跳，跟苏俏两个人还不对付，一转眼两个人关系这么好了，又要分开了。是啊，时间啊。 是过得最快的。来，喝茶。你呀，有时间还是去城里面看看。哎，八十多了。哎呀！啊啊啊！烫死我了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 带了道硬菜啊！可不呗，这折你记不记得？你俩在一起拍过广告。但实话实说，还是得谢谢你，多亏你帮我们拍这个广告，我们养殖场订单现在越来越多了。老高，请你临走之前再吃点生蚝吧。自从你生蚝哥火了以后，我们这儿来了好多割生蚝拍 vlog 的。 当然了，还是你原本生蚝哥最火了。对，鼓掌。这是海蛎子。哎呀，都一样，都一样。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林子路的时候，印象可深刻了呢。什么印象？你怎么没有跟我说过？是不是他比我帅的印象？什么呀你？就是他刚转来咱们班的时候，我就看见林子路站在教室门口。 当时我还好奇他在看什么呢，然后我就跟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是在看苏俏的方向。哦，真是让人毫不意外的答案呢。哎呀，我们子路同学真是情深不浅，面冷心热，令人落泪呀！班长怎么样？三百比。厉害厉害！行了行了，别评了。苏俏人呢？在这吃饭吧。哦，对了，菜都凉了，我去一下。哎。 我刚刚喊过他了，他不肯下来。今天这饭算是散伙饭，他舍不得大家，就不愿意下来。